热尔维尼奥重回意甲。北京时间8月18日，意甲升班马帕尔马官方宣布签下效力于中超华夏幸福的边锋热尔维尼奥。这名科特迪瓦边锋重返意大利踢球。现年31岁的热尔维尼奥在2016年1月以18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罗马加盟华夏，两年间代表华夏各项赛事出场29场，打进4球，送出9记助攻。热尔维尼奥重返意甲。热尔维尼奥今年31岁，职业生涯效力过比利时贝弗伦皇家体育、法甲勒芒和里尔、英超豪门阿森纳、意甲劲旅罗马等俱乐部，安然是正太。